车来的，我要上车，不敢再用。等一下哦。其实我很想，在这种干枯的时代，我就很想办公车直接，可是遇到奥客，我是会直接呛这样的。然后还有那个什么，我也没有那个驾照，所以各位庆幸吧。你要觉得哎、欸，还好我没有去当那个公车司机，不然我已经骂了。我是那种很容易交到朋友，可是人家也会觉得我很靠北的那种个性。好，听完我废话，前排啊，就打卡而已。